生态链上就是烟火的力量，无限就是火之光影铠甲，风雨闪绝地生就是巨木的力量，说这是那是快召唤不知光影铠甲，寒气下自若烟窜淡发出欢笑的力量，召唤水之光影铠甲，水熬下它有能干能柔至今的力量，还有地虎闪它召唤不知地虎铠甲，开着勇士能穿梭光影，为正义